星二代沈月是资深艺人邱淑贞女儿，她继承了妈妈的美貌，受到不少知名品牌青睐。过去也曾传出她即将在南韩出道的消息，但却都没有被证实。近日，她出席了周杰伦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，私下还与天王聚餐。随后，沈月在社群平台分享了与周杰伦的合照，大赞对方是最棒的。只见她穿着露肩上衣与天王合照，脸上露出相当喜悦的表情，可见两人私下交情相当不错，令网友们十分好奇两人是如何认识的。对此，沈月透露，周杰伦是爸爸的好友，因此她才有机会与天王一起吃饭，超狂的人脉让网友们直呼羡慕啊。